今天上儿子家吃饭来了，我做的部队火锅，接着往下，哎、要门开了，快，吓人了，我以为是呢。吃饭了，今是12月15号了，这月过去一半了。走吧，是啊，真快啊。对，火锅。你们试着骂那边儿鸡了吗？是，感觉怎么样？我爸做儿子给我们是在部队火锅喝点酒。我爸给我们演示了一遍。你蹲那，我蹲着。别吃了吧，全锅底儿了，全叫老爸吃了，把盐全吃进去，直底儿了。锅底儿是最香的，知不知道？就我们这茬人就知道，锅底儿是最好吃的。锅底儿，好多个锅底儿呢。那下回你那锅好不好？为啥叫锅底儿呢？就是锅底儿。那下回我们就吃饭，你晚点来吧，到时都是锅底儿。今天上猴哥家，我儿子家吃饭来了，儿媳妇回来了，请猴哥吃饭。部队锅，部队火锅。猴哥来吃饭了，喝了点酒，高兴。给你得了，我买两瓶。猴哥在家没人做饭，让姑娘给做饭。接儿媳妇回来了，给俺们做点饭菜，吃的部队火锅。部队火锅。啥部队火锅？过年可能就添一个人了，添个小兵了。添小兵，上树小兵，小头头。对，来了吧。吃饭。给爸买啥？一会儿发东西，我搁这等着。来，大林，快点加入吧。行，不收拾了啊。哎。快。发礼物了，小天有国内给俺买的，有国内的，也有这边的。哎呀，你干哪？哎呀，啥的？拿这些东西，这么多，奶是我的。那毕竟最大的是老爸的嘛。先给最大是老爸的。那个天哥的，哦。看看有啥吧。看看。奶是我的。要。别看了，回家再看。要。这是姥姥给我勾的。对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小包，小包。哈哈哈。有个小扣呢，还一天老乐国内给邮的，哎，真好看，可以啊，那个什么，给我来串臭豆腐。儿媳妇给买的东西，这给我买的这堆是啊，没有，下面最大那个是给什么？最大是给老爸买的，对，这水壶的。我去，你这太大了，你拿这水，姥姥不知道我是一个水桶啊。哎呀，我刚刚好，我的天，八十岁给邮的，多好。早上得去健身了，吊嗓子。哎，这个刚怎么刚刚好？好像不像那个可乐这个。你看别人这个地方都是两朵花。那不，这个好。还有这个是我国内买的那个，就是山羊绒做的这个围脖，可高级了。这山羊绒的围脖。给大姑姐买的东西。你这样，对，你就披在后头。小天什么？它是单脚的。小天是这个意思。我的天哪，嘿，吓了我老太太。哎呦，太吓人了。我的天，这是给我买大东东西。是走两步，天哥。葫芦好像是辟邪还是驱什么？辟邪。小葫芦是辟邪的。啊，小葫芦辟邪的。放我去研究。哎呦，这个太优秀了。做多好，80岁你做的。这个太酷了。是吧？一天老了，这个你到时候让他自个儿回家打开吧。对呀，都是我的。这个是那个谁，这个大雷给这个昨天挑的，我负责包。这个菜单是什么？啊，听哥转接一下吧，一来上班去。昨天参加公司单位聚会了。你要跟昨天说，这个是开诗蜜儿的围脖，很好的材料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开诗蜜儿是品牌。羊山羊绒。那花多好。我们这袋子都是额外给大家买的。这玩意儿，我们俩昨晚上去。这玩意儿吧，就你上面整，你可以这样录，你看。它不歪吗？不，你这样人俩手就更稳，是吧？就这么回事儿呢。哎，你看这雪越来越大了，太浪漫了。你要买点化妆品啥的啊？不光你这么精致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正面，这是给你的一个小菜刀，这是我们自己我写的。哦。这是我特意买的小菜刀。眼看圣诞节了，加拿大传统节日，嗯，每个人都买点东西。来吧，这给我买的。老爸，看你这个。咱爸录吧，啊，看什么东西？看你这个最大的吧，自己拿着翻吧。看什么东西？哎呀妈，老高兴了，我天哪！看这是啥？这什么？哇哦！睡衣呀！哇哦的浴袍来。啊。还有个套子。没有这个，不是。这个是我姥姥购的被垫儿。被垫儿啊。来。看咱妈穿着衣服，挺好，是不是挺好看？还以为酷不酷？可酷了！哎呦，坐好，这杯垫儿
样，你没事自己在家烧火的时候就可以穿着。开车回家就穿这样。是。来吧，还有一个我这个给你买的那个马甲。哎，给我买的马甲。这是这个是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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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什么？就是我不知道叫什么。这个没事，穿着一起。不行不行，哇，这你看这还铁链子呢，我靠！这品牌意大利的牌子。你要那个把这个衣服拿下来再穿。哎，挺好的。这也太丑了，老爸。坐着火炉边上喝着咖啡，穿着多好。再给你好看。这个是给猴嫂的，给老妈的，猴嫂给他勾的。这给猴嫂的。给猴嫂勾是什么背着，老爸这背着。啊、这老人，这小天姥姥一片心意。八十多岁的给支个包，行，我也不能感谢。啊，行。好了，行，我还给咱老爸准备一些神器，你帮我录一下。哦哦，你有这个老爸。准备好了吗？这什么东西？你整他妈的高科技，我整不懂。没事。这买那多，这关着脑。这个是那个羽绒服，羽绒马甲里面是鸭绒的。咱妈一直缺一个就是合身的马甲。真缺个马甲。对呀、啊，我就知道老爸需要马甲。老爸一人一首成名曲，160首歌，哎、那么些首歌，放 CD 吗 ？CD 里，你是到齐。对，老爸穿到齐，那挺好。这个是你放的，真挺好。哎，不错吧？丑啊！下面这个好丑啊！这也太丑了，这个老舒服了，像那个挺好，搁车里放的。哎呀，160首歌呢，我也不知道有谁的。这个是日期印章，到时候啊，你给我有个生意照相，给我买干活日期的印章，给人干完活了，你别开发票上，我看这日期就知道了。看一看，你再看这个，老爸，这是八爪鱼神器，你看这玩意儿，这个又绑手机上，你看，啊，这录像，这个特别好。八爪鱼，这可都是我辛苦。八爪鱼，你看你想绑哪就绑哪，来，给你展示一下。怎么跟昨天那么像？这可是我从国内带回来的。这也可以啊，对，你看这一绑就是行了，是吧？我在屏幕就可以绑哪就行。你想绑哪，你就是你看你一绑，像那个苏格兰短裙，挺好的。老八这些东西，下面是沈阳登台演出的时候，马上要去春晚了。都吃完了也拿到了，可以走人了。快我那就摔倒了，我在垫着拔一下。没事，坚哥这个飞一会儿，飞了。好孙子，要慢点开啊！这碗连吃带拿，儿媳妇国内，猴哥买这些东西。二老爸回家就穿上吧，生火玩。好了，回家喝酒，我们俩喝咖啡。拜拜，你们俩。拜拜 ，Thank you。拜拜。行。这雪下的太漂亮。圣诞下雪有这个圣诞节的气氛，这种味道。是啊，味道。咱俩一分钱没掏，又吃又拿。对呀、啊，真好，有个弟弟真好，有个弟妹，真大，有个弟弟，双份大礼。前面车坏了还是什么了？我公交车坏了，哎呦，我就正好横在中间了。对，这是肥年了吧？过个肥年。那啥车都站不下，这必定、一定比自己车太近了，这天多好，太漂亮。这要是开我那兰博基尼就不行啊，底盘太低了，只能开我爸这个。爸这公羊全年头战斗机，可喜欢这种天气。我就随你啊，爸，我也可喜欢这种天气了。爸可喜欢，多好，冬天就有冬天的样，大雪包天。对，我妈个海南就看不着雪，四季分明了，太帅了，太浪漫了。这大雪下的，看着后咱家后院跟公园似的吧。你别说，昨天下雨，今儿下雪了，太漂亮，太漂亮了。好了，人吃再多了，再熬。这大雪，明天铲雪过明天，先玻璃都开。